那高雄是一个大都会，那如何我们把这种环境塑造成一个原住民的风格，它挂上城市部落，其实它没有失去原住民的一个风采，也没有失去它的风格原有特色啊，可是它带了一点点的都市的味道进来，招待这边的所谓的都市人，对，我们所谓的都市人，也就是说我们的汉人，对，那其实这就是我们在城市部落它所要呈现的。那其实汉人的过年就是我们农历新年嘛，那其实城市部落要呈现这个年菜，也希望在这个过年当中呈现用原住民的文化跟原住民的菜系，让客人可以得到这个，哎，我也可以吃一样不一样，不是汉人纯汉人的这个过年的年菜。咸鱼木桶饭是来自台东的阿伯，他们是这个阿伯是原住民，他们以前的是算点心，他们有时候去打猎都携带一些点心，就像我们台湾人的一些像粽子，它是用小米制作的啊，里面还包一些肉片这样，所以就是像他们的一些特产特色啊，就是他们的打猎的时候所携带的点心啊，这个木桶饭是咸鱼，是会去煎过，然后把它剥丝啊，拌这个饭，它这个白米饭是那池上的白饭，白米去拌一些香松，还有鸡粉，还有一些鱼油，这样制造而成。很多朋友如果到部落的话，应该都会吃到烤鱼这个料理。那我们的鱼的话是采用海虹鲷，海虹鲷的话它算是半海水养殖，就是它收成前的前三个月会注入海水，然后直到它没有土味。那料理的话也是以原味为主，它的腹部里面会塞葱姜蒜，然后外表会抹盐巴，前后大概要烤个40分，对，然后烤好之后呢，它把盐巴去除之后，皮剥开，它的肉是呈现就是比较细嫩多汁。啊，这烤鸡是从我们店开始，就是我们店的招牌菜。烤鸡，它都用2斤多的那招山鸡、跑山鸡去烤，你一只烤鸡差不多要烤1个多小时，1个小时又10分钟。所以我们的客人来的话，都是要先预定。如果你没有预定的话，你要来现场点的话，就是我们的服务人员都跟他们跟客人说，哦啊，你现场烤的话要等1个小时10分钟。啊，如果客人说哦，不会说嫌麻烦，会可以等的话，他就会等。要不然我们都是有预定制的，那你预定来就可以上了。啊，这只就蘸这个它的汤汁，吃起来像我们鸡胸肉吃起来会涩涩的，你如果蘸汤汁的话，吃起来它的味道不一样，而且又不会说很涩。一般很像吃鸡肉就是。大部分都会挑鸡腿、鸡翅吃嘛，啊，鸡胸肉不会吃啊，因为鸡胸肉太柴了啊，它会涩啊，啊，所以它就有这种鸡汁的油分，它有油分，也不会说很油，但是油分可以沾起来，有调味，而且还会比较滑。它也算原住民的三宝之一。三宝有哪三宝？有小米、
红鲤跟树豆。那树豆的话，它算是原住民各族群当中很传统的一个作物，早期的话在部落随处可见。那树豆它也叫放屁豆，它收成的话大概每年的十二月到一月是采收期。那采收之后呢，如果把它晒干，它可以保存很久。对，那我们店里面的话是把树豆跟猪脚作为结合，对，树豆勇士树豆猪脚。取得不易，所以透过他们呢，我们可以吃到我们喜欢的食物。不要说烤鸡嘛，因为它的烤鸡呢是比较道地一点的啦。啊，就跟我们在部落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回部落的时候呢，我们的族人呢就会烤鸡给我们吃嘛。所以我们也是为了要解我们的思乡情呢，其实我们也常常在这边办活动，就是在这边呢吃东西，或者是说要宴请一些我们的朋友，我们也会请他们来我们城市部落这边吃。因为在都市呢，其实要找到一些食材其实不太容易，一定要到部落才能找得到的。哎，板藏就是我们阿美族的意思哦。我们原住民会融合我们汉人的过年，那么其实我们的过年呢其实是丰年祭。那我们目前呢都在我们的都市生活嘛，所以也会融入我们的汉人朋友呢一起过新年。闽南和闽北，và这里就是我们带给你们猜猜看哦。các em đoán thử xem nào, bên nào là bên của bánh chưng bánh tét, là cái nào là của bên miền bắc nha. chào chai chai khan, chùa bé hay siêu bé? chù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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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ùa bé, chùa bé, chùa bé hay siêu bé hay siêu bé? đấy thế, đấy nha. của mình chào xin chào anh xưa. cho cơ sở bánh té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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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ánh chưng, bánh chưng, bánh tét.我们在福东国小这边是每个礼拜会一次啊，我们不只是在福东国小，还有在其他的国小都是一样，就是大概是每个礼拜一次。那我们主要就是教他们那个从越南的字母阿尔格啊，就是从越南字母开始学到单字，后来再来做一个绘画。主要就是说基本的话，我们会给他食衣住行的一个课程，让他觉得基本可以跟家里的人可以讲话。那除了教语言以外，那我们还有在跟他们分享我们越南的文化。全部这里都是叫做木，木就是我们的民间类的。哎，来，我们再念一次，木快乐，木快乐，木有。福东国小会成立这个班，是因为，我们学校有60几位的外籍配偶的小孩子，那光越南的部分就已经占了31位。
那当初会想开这个班，想说因为小孩子回家可以跟自己的妈妈可以好好的沟通，有时候回到外婆家，也很在语言上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隔阂，那所以我们就跟教育部申请了这个母语的教学，就是越南母语的部分，那让小朋友说学到妈妈的语言，跟妈妈的母国的连接性更强，所以他们常常很开心的说可以学到这么多的语言也是很好的。那除了越南语的越级配偶的孩子的之外，我们中国配偶的孩子也会来，还有我们台湾的小朋友都有兴趣参与这样的课程，所以学起来是非常开心的。我们是过年，所以要跟大家分享过年的节庆哈、来，先搞开，先搞开。啊，今天是ngày lễ Tết nên là chúng ta sẽ giới thiệu về văn hóa Việt Nam. Là hôm nay là chủ yếu là về coi là Tết cổ truyền của Việt Nam là phải ăn những gì nè, chơi những gì nè. Bây giờ là phải hỏi nha. Bây giờ các em Việt Nam nè.像最后我们就是跟孩子们介绍，就是我们越南过年的节庆嘛。除了我们要吃粽子以外，还有吃一些蜜饯类以外，还有拜西瓜等等的一些习俗。那我们还有就是说，孩子们可以穿上我们的越南传统服装，像今天穿的绿色、红色、粉红色的，那些都是我们的传统服装。它除了是在过年拜年的时候可以穿，那就可以去跟阿公阿妈啊拜年啊，拿个红包啊，开开心心。那个国服的话，像我们一些喜庆啊、办活动啊、表演都可以穿的。那个我们叫做袄仔啊，袄仔康东，对，男生女生有的有点不同。像我们今天穿这样，就是老师在穿的。我们越南老师上课就是这样子。那、如果是学生，就是穿不一样的。像国中的话，穿整套都是白色的，对，不一样的，很有特色。năm mới vui vẻ, năm mới vui vẻ, rồi cũng hồi sinh nhật, hồi lại sinh nhật vui vẻ. Chú lên chỗ cô, chúng tôi phải gửi chú rất nhiều. Nhưng mà trọng điểm là các bạn trẻ thích chơi trò chơi gì? Chúng tôi chơi trò chơi gì? Chúng tôi chơi trò chơi gì? Chúng tôi好，我们姐妹就是非常喜欢玩的，也是过年的时候大家的娱乐方式。那我们玩的时候也很开心，就是说宝固嘎灯，就是鱼虾骰子，每一个图案就是有一个名称，那我们就会用糖果或什么压宝放进去摇一摇，摇出来那个图案，出现那个图案了，那就是你中奖了。中奖的时候我们就会送给你这些糖果或者说是这些礼物，尤其是我们很爱玩，所以我就希望带这样的过年习俗玩游戏的带来给孩子们，让他们也是感染一下，学习一下我们的过年节庆，就很开心这样子。最好玩好玩的就我们过年很喜欢玩的，对，来，姐妹有玩过的请举手。有，都有玩过了。好，什么再来？这个是怎么玩呢？来，我们看一下哦。好，葫芦就是宝，来跟那一句宝宝。好，给你拿着。来，第二个是什么？故事叫李螃蟹。后来下一个什么？答对了。其实在学越南母语啊，因为在将近十年了嘛，刚开始就是孩子们很排斥，家长也是一样，我自己本身也是一样，先生不会愿意让我们在教，但是从我开始教越南母语以外，后来才开始就是接受。孩子们刚开始是真的很排斥，他们认为我没有常回越南，我为什么要学越南语？但是从这十年来，我们慢慢一直推广，每间学校我们都在里面教，在协会也教，在其他的地方也教，后来还有再去演讲等等，再分享到最后，现在孩子们已经开始慢慢的接受，家长也接受，以前是大家排斥，现在是阿公阿妈会牵着孩子们的手，就会让他们来在讲堂上，就是来学越南语跟文化。来，毛派，祝龙南河。我们就是有一个表演团，叫做越饭团，越南的越，模范的饭，团体的团，就是一个模范的一个团体，习惯是这样子。所以就是姐妹们，每个礼拜六我们都有在协会这边免费教大家跳舞、唱歌。我们也是会未来我们就会培训一些歌星啊，还有就是表演者的。如果是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欢迎加入我们的高雄市新住民文创艺能协会哦。em em ở đâu cho anh biết nhà anh đưa về cho
阿妹的安稳的爷，阿哥我要安怀啊，哎我安爷就叫安平呀，哎安乐路呀，哎我安心听嘞，阿奶母的老妹妹。cho em theo cùng em đi, anh đâu có làm gì em đâu, mai em qua nhà em chơi, xin mai bác được làm quê em. Ok đi xin tin ngày mai anh tớ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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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ới. 因为我很喜欢那个三个跳舞，因就是那个凤丹个朋友，他说那个这边的小伟有在教那个跳舞，所以我是那个我叫那个朋友啊，帮我介绍来这边来。后来碰到那个老师，那个林凤姐，她就慢慢教我们怎么跳舞，就是到这边来很有趣、很快乐那样。对，慢慢转上来，啊、哦，慢慢转，好，一直转，转到慢慢到前面就是慢慢。一开始是我带的我小孩去打预防针，就遇到林凤姐，她还说，因为我在家也是很无聊。所以啊，他说我们学会的，在你的家后间而已，就他给我那个地址就过去，从我家到学会就差不多一分钟，所以我常常到就，有不高兴的事还是有高兴的事，也都会回来娘家。我当作这里是我自己的家。人跟人呢之间呢，还有台湾跟越南的文化，其实有一些小差异啊。就是差异就会形成到就是多元文化的一个融合。像这十年来，台湾这边很在推广我们多元文化的部分，那所以就是很多文化都会融合融入在台湾。台湾也是开始慢慢去接受跟接纳，跟开阔台湾的一个视野。所以就是台湾已经从台湾这边本身，台湾看新住民可以放大的一个视野的，就是看国际。我觉得这是台湾的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也可以这么说，就是说是我们新住民嫁来台湾，其实是丰富了台湾。好，指挥完以后，左脚要踩在地上。好，踩完以后，右脚要跨过去。祝每位年尾回回安康腾腾，耶！爸爸本身是台湾人，只是从小就过世了，然后妈妈在马来西亚的话又经营一个台湾餐厅，对，然后那时候是蛮大规模的，然后全家人就是一起工作一起努力这样，然后直到我长大之后，妈妈就问我说有没有想要回台湾，对，因为她就会问我说有没有想要回去看爸爸以前住的地方是不是我想要居住下来的地方这样，然后我就说好啊，我就来看看，然后在这边念完书之后，然后又再回到马来西亚，再回到其他的国家，发现说我还是会想念台湾，对，所以觉得那应该台湾就是我想居住的地方了，对，所以我们就打算把马来西亚的料理带到台湾过来。这是华人在马来西亚过年的最感到兴奋的一件，就是捞生，这个也是广东人的习俗。捞生捞上是起义于越捞越深，越捞越旺。哎，今年是一个金鸡年，希望大家都要把筷子拿起来，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捞得风生水起，然后我的祝福也是新年快乐，财源广进，步步高升，生意兴隆，恭喜发财，身体健康，越烧越高，万事如意，鸿运当头，好，慢慢慢慢，来一起唱，财财乐，财财乐，一路一个财财乐。
捞生都会在年初七，年初七就是叫做人日，人日就是人人的生日，所以大家就在这个有意义的日子里弄个捞生，这个意思就是说越捞越生。今天我们要来介绍马来西亚的华人在马来西亚过年的年菜，大家都为了要起个好意头，都来一个第一道就是五福喜临门，五福临门。刚才我们那一道捞生都已经粉身碎骨了哈，所以现在我们要介绍的五福临门，五福临门的菜通常都会有一个炒吃啊，炒鱼吃，然后其他的配料就是由自己喜欢，假如说我们这个今天的是黑胡椒鸡片酸辣花枝，再介绍是我们的撒样的有名的沙爹，还有一个鸡肉香茅卷。第二道就是通常都是用鸡，我们那儿都会有些会喜欢药材鸡，纸包鸡，就不同的鸡种。今天我做的是家里鸡，因为天气冷啊，在台湾天气冷，所以想说大家吃一点辣的话会很开胃，然后都会配上馒头。鸡呢，因为鸡的话，我们都讲，要新年要吃鸡，广东的话就是讲说。生鸡，生鸡就是说我们的生计就会很好的啊，生鸡，哎对。以前的人就是因为把生活上很辛苦，所以有什么就吃什么，所以把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材料都放在里头，那后来就慢慢的把它弄成丰富了，就是特别把它制成一道盆菜，又觉得吃起来又简单。又不必说哎，一道一道上这样，通常，里头的材料有钱就吃得好，那经济要就是什么要便宜一点的，那就吃很多蔬菜，素食的也可以，都放很多菇。福建炒面为什么叫福建炒面？马来西亚有不同的那个族群。除了广东、客家、潮州、福建人，当然还有马来西亚，还有马来人、华人，就印度人。所以因为食物的多元种族，所以食物都变得很多样化。对，然后福建炒面是福建人，他们觉得说，用这样子的材料就是带湿湿的，他们喜欢吃带有湿一点的，那其他他们都会比较干燥。然后加上一些蔬菜在里头，这样。今天我们两道点点，一个干的，一个湿的。哎，这个是昂菇，昂菇。刚才我人家讲说，加昂菇买回菇，那个就是福建话讲说，哎，你吃了这个红菇，你就可以有能力去买那个田园田地回菇。然后今天我不做红色，是因为我想要天然，所以我采用了那个蝶豆花，这个就是地瓜，地瓜本身的颜色，这样啊。那接下来就是这个是桂圆，白果桂圆银耳羹。你看一下里头有白果，有银耳。银耳啊，对，就是银耳，对，嗯，木耳就是银耳，对，哈。还有那个桂圆，哎，桂圆，对，没错。通常台湾人他们吃了之后，都会回去介绍他们的马来西亚或是新加坡朋友，就是说这边有一家这种店，你们可以回来，有家乡味这样。然后他们就回来，然后发现很多都是自己曾经认识的人，对，然后他们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报到，对，有些甚至台湾人他们。几乎就把自己当自己的厨房了吧，就是一个星期啊，有三四天都会在这边。对，尤其是马来西亚人，每个星期都会来。
对，因为妈妈的料理就像自己家的料理一样，所以他们会很怀念。高雄的朋友，撒样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Selamat Gongsi Raya。